你好，今天我教你们一些简单的越南语。第一句，对，有，m，就是我想你的意思。对，有，m。第二句，对，特，m，我喜欢你。对，特，m，特，这个特里面。就像中文的他，或者他，第三句，对，you am，我爱你，you。这个一就像因为一样了。第四句对，gain roy gain 就是我就出了。gain 个发音的就像英文的 good 一样，很简单吧？对，nhớ em，对，thích em，对，yêu em，对，ghen rồi。nhớ，thích，yêu，ghen。